能把秋裤脱了吗？丢脸吗？不是，你先不要丢我，我呢叫卧龙，我的意思，你借个秋裤给我穿一下，有点冷。这样吧，我可以拿一套卖秋裤的销售模式跟你换。如果我来卖，一个小时我就能卖100条，你想都不敢想，为什么呢？我跟你讲哦，因为你根本不懂销售，销售销售，营销在前，售卖在后。你滚不滚？你先听我讲完，讲完我就滚。营销的最高境界就是让销售变得多余。我现场给你来一套多余销售法，卖不光，我买光。你有钱吗？手机放在你这里，如果卖光了，能不能去你家里？就吃个夜宵。你先来。那我去叫阿叔卖也可以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都要试菜一趟。来两句卖秋裤顺口溜，男人要想富就得穿秋裤，女人要想美秋裤不离腿，月里三冬暖，天黑有灯，天冷有裤。说得再好也没人来。没人来是吗？我用一招就能够让你这里围满顾客。多少钱一条秋裤？26。26一条对吗？马上到22了，秋裤现在1.2一条。你癫啊。听起来是亏了对吗？我问你，你的进价是多少？10块。哎，你卖一条赚16，对不对？但现在我们三条打包一起卖，因为一个人每个冬天起码换3条秋裤，对吗？第一条卖多少？36，第二条26，第三条2.2。你卖一条你赚16，你3条1块往外卖，你赚33，不但比之前干嘛卖得快，而且还赚得多，有点意思。拿着，现在没什么人，我们要做一个早脱营销法，你看我怎么给你演示。就你们俩都是要秋裤是吗？在我们的摊位这里，你挑10分钟，如果都没有满意的东西的话，内衣内裤秋裤随便送你一个，每天只有3个名额哦，你们可以先挑一下。那我不亏吗？亏毛算我脚上。我问你，有3个人在这里待10分钟，就会有10个、30个甚至300个。我要个3条。你5分钟挑好了，你不要免费的了是吧？不要也没事。最后一条1.2，比你在外面买优惠多了哦，装起来啊。行，63.2。多少钱一条？什么12块钱一条啊？1.2一条、啊、你想象的还是不够便宜，你看打到你心里去了没有？你怎么算都是我们这里最好，你看这个秋裤质量怎么扯都扯不掉的哦。喂，来，你们自己挑好吧，也可以2个人拿3条。啊，这我们这个要这个死黄色啊。来，还有没有秋裤啊？还有秋裤吗？老板，没啦。秋裤再拿几，再拿一点出来。来，先来阿姨的，保暖嘛，不然容易得老寒腿哦。来，就你一个人穿3条啊？家三口啊？你们一家三口啊？什么时候一家四口啊？快了，快了，一家四口了是吗？拿个袋子，老板，你刚代购10分钟了吗？代购了，代购了。那我就再送你一条好不好？好的。然后你现在拿3条，63.6，我给你4条。可以。来，给他装。你这个货的不够了，那么一下子出去玩了。哟，你喜欢粉色是吗？是啊。你看我们这里还有粉色内衣，要不要看一下？这个就可以了。下次买内衣一个价63.6，闺蜜还迪蜜啊？是迪姐妹，姐妹、啊、不是迪蜜啊、哦。今天穿秋裤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了。太冷了是吗？对、啊。我看你发抖呢。那一条薄的，一条绒的，一条保暖的，对，一箭三雕。祝你们生活愉快啊、哦！这条花里胡哨的可以吗？可以。看起来像花蝴蝶一样哦，配你哦，怎么样？卖得快不快？三条多少钱？3条是63.6，阿姨一个人带走3件，你这个不到半个小时 ，over。3条给你装里面了啊，63.6，给你打个折，阿姨，打个折，63。哦，好的，给你省6毛。好，来再拿2条。哎，这么多人，你不是同行吧？没有。哎呦，我以为你来偷学哦。这条粉的是你自己穿？没有，家里面穿的。那平时也可以穿啊，不要紧，没有人看的啊。好了，红粉粉，黑粉粉。哎呀，都好看。3条的话，这个冬天不怕冷了哦，也是20多一条是吗？那没事啊，这个短裤然后长裤都行，也是3条打包价，63.6。130斤可以穿吗？哎，你看老板150斤呢，他都穿得下。我们试卖63.6。这个广西的冬天冷不冷啊？冷吗？那秋裤的话，一般一条能穿多少天啊？两三天换。你现在3条了哇、哦？这个冬天不缺秋裤了哇、哦？不缺了。来，你看，搞定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一个小时帮你清光了库存呢？不止秋裤，内裤也有几条出去了，丝袜也有几条出去了。总结一下，广告词的设计是为了跟同行打出差异化，1.2一条的秋裤是为了引流，现场早脱是为了什么？从众效应。3招下来，引流解决了，一次性也满足了顾客的销量，不然的话他买一条第二天指不定去哪里买了。所以2023摆地摊开门店做生意一定要模式先行。能不能去你家吃个饭？走吧，四菜一汤，行。